车速太快了，一回头看见那车斜着就冲过来了，幸亏我女儿反应快，拉了我一把，然后车就撞过去了。亚武，我真是鬼迷心窍了，你把那钱还给学校，这钱我都付光了，你会不会去告发我？易建，你咋来了？我找我爸。爸不在我这儿。麻烦您了。哎，没事。我去收拾。哎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《天才基本法》。